Hello， 各位欧洲的朋友们，大家早安，我是可伦，欢迎收看这支影片。我们现在呢要来大抽，没错，这次呢推出了魔法竖琴。魔法竖琴里面有什么呢？有武功宝珠，有黑龙铁块，也就是打造面容铠甲的铁块。最重要的是这次还新推出了一个传说卷100%，而且它有1%的几率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准备了100个魔法竖琴，就有机会抽到一张。当然，这个武功宝珠的几率只有 0.01%。那想抽到了还是得靠赛啊。那如果觉得这支影片不错，记得按下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，我们时常呢会有这样的一个精华影片出现哦。那希望大家多支持，我们现在快要破20,000订阅了，还没订阅的快订阅起来吧。那我们今天的目标呢，就要抽到很多颗武功宝珠跟很多张这个传说卷100%。不过呢，今天呢也要来尝试从零打造到100的面容盔甲，希望我们的欧气可以到达到这个领域哦。那上一次挑战的时候是失败哦。那这一次呢，希望能够成功，先拜起来。好，那我们走起咯，走咯。黑龙铁块一个，我先看一下铁块的几率哦。武功宝珠是 0.1%， 刚刚讲错了。艾比宝珠 0.5%， 传说卷 100% 是 1%， 然后铁块的几率找不到哎。啊，没关系。那我看大家通常平均大概都是你的魔法竖琴数量大概乘以 1.5、1.6。就是你铁块的数量，因为你每次抽都会有铁块。好，目前已经抽了快30，五个，漂亮。但我希望是来武功宝珠啊，可以的吧？上一次没抽到的，这次把它抽回来 ，Go Go Go！ 哦，我抽到了 ！Oh my god！ 又抽到武功宝珠了，超级无心流哎，0.1%，就这。太爽啦，0.1%就这啊。那我们继续，也许我们才抽36个，我们就抽到一个武功宝珠也许可以再抽到一个也说不定了。我刚其实好像就有预感好像会抽到17S 这个艾斯佩拉不错。你的轮回就抽不到啊，那 0.03 跟 0.1% 不能比了。哦，抽到了 ,1% 的传说潜在能力卷 100%。1% 的几率让我们抽到了，我觉得我们已经赚了，光抽到这个就赚了。这里面的大奖就两个嘛，一个是武功宝珠，一个是传说卷 100%。 接下来就是打造出灭龙嘛，如果灭龙打造出来那就赚烂。那个才刚说完就有，而且还黑龙铁块四个，两张了，两张传说卷，两张，最好再给我两张啊。现在抽到的只要抽到都是赚哦，又是五个铁块，好赚哦，又是五个铁块，今天是怎么了？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等一下，如果再来一个武功宝珠的话，哦，又一张，三张了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赚，因为我们200抽嘛，至少要有两张，因为1%的几率的话，铁块一个，不，铁块两个，好了，各位，我们200抽抽完了，来结算一下我们今天的成绩。我们今天的成绩就是我们抽到了三张传说潜在能力卷 100%， 以及一颗武功宝珠，而且是很早就出来的，然后一个艾币，跟一大堆，还有铁块的话，我们抽到了，你看有没有？我刚刚说就是200乘以大概 1.5、1.6 嘛，那我们铁块是170个，因为你每次抽都会有铁块啊，是270个，那你阿怪刚那一段帮我卡掉，好啦 ，OK， 那我们其实并没有想象中抽得多啊。那我们就来打造吧。成功是需要锻炼的，我们要从零开始来接受，先去打等级范围内的怪物。哦，各位来了，剑骑骑士盔甲，然后穿在身上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几率吧。剑骑要上到正式盔甲有 50% 的几率哦，那我们就先走 50% 的几率。走起，失败 ,50% 失败，成功的确是 50%。 那从正式要到上级呢，有只有 25%， 也就是4颗就可以上去了。哦，成功。那勇猛骑士盔甲呢，有 10% 的几率晋升到勇猛骑士盔甲，失败，也就是说10颗我们就可以上去了。有了，好像真的十颗，没错，九颗上了。好，拿到这个勇猛骑士盔甲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再去走任务了。好，若是简单的程度没问题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打简单的残暴炎魔啊 ，Go， 突破界限，完成可能剑骑
斗剑士的盔甲。好，我们获得了剑袭斗剑士的盔甲。好，再穿到身上。好，这时候就是关键时刻了，各位。几率呢？剑袭斗剑士的盔甲升到剑正式斗剑士盔甲只有5%的几率，也就是20颗可以上去。好，那我们走起吧，一样大家可以看这里的画面哦。这个变色就是我们成功之时啊。不会啊，大家可以看对不对？它变成其他颜色的瞬间就很开心了。欸，怎么还没有啊 ？No， 我觉得一定是我们点的不够快。哦，成功了！好，各位，我们成功了，正式斗剑士的盔甲，到这个上级要有2%的几率，只有2%的几率了，各位。艾尔森，我们不是兄弟吗？哦，2%成功了，各位，我们有200颗的机会突破灭龙来了，各位，把手搓了。当这个装备栏变成红色的时候，这是我们的成功之时了。Go， 这个几率只有 0.5%， 我要跟他建立起化学效应吗？没问题，成功。欸，我们剩70颗哎，刚还有200颗哎。哎呦，成功了！从0到100，我们花了202颗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完成了。这时候呢，就是要去接任务了。如果是你，一定可以击退黑色魔法师守护风之谷的。好，现在是最后，我会赌上我的全部来锻炼盔甲。终于完成了灭龙骑士盔甲，请你一定要好好发挥这个力量，守护风之谷，这个世界就靠你了。没问题的，艾尔森。来，各位，噔噔，完成。开心开心啊！今天有料了，哎，好 ，OK。那剩下的68颗你就好好留着，自个儿用了。好，那如果觉得这支影片不错，记得一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你的订阅支持就是我们持续做影片的动力。好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慢慢抽慢慢抽，因为现在有了。